2010媒体推荐年度最具网络人气。何洁，从最初的青涩少女到如今的舞台王后，何洁每一次的表现都会让人看到她巨大的变化。音乐是她表达自己的最好方式。同时我们有请新浪音乐事业部营销总监赵明先生为获奖歌手颁奖，有请。好，恭喜二位同学，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。是的，我们的颁奖嘉宾呢是来自新浪音乐哈，新浪音乐呢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正版音乐的网络服务商。这个正版音乐，赵先生，我想，姐，你获得呢是最具网络人气奖，是，可见你跟这个网络是很有渊源的哈。那我想知道，平时你喜欢上网吗？会不会写自己的博客啊，或者跟网友来聊一聊天？有啊有啊，就是自己在上面就是经常发日记。然后呢也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反响，所以最近就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。那平时在网络上和你的这个歌迷朋友最喜欢聊的是什么，或者你最在意他们对你什么样的评价？他待会儿说。那个平时在下面，其实我觉得跟大家沟通就是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情最重要。对，所以这次出书也是有这么一个大个愿望，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在书里面，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故事。对，那平时呢是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快乐，那等一会儿会在舞台上用你的歌声跟大家来分享快乐， 是吗、嗯、好，那到后面去准备一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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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何洁。这也是一种麻痹，直到我看到你慢慢转转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和相信，让心自然的休息。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朵风景想去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
视线里都是